张天赋林家谦确定加盟生生不息二。华纳六字回应皆真相。去年 TVB 与内地芒果 TV 合办的音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，港乐季邀请林子祥、叶倩文、杨千嬅、曾比特 Mike、严明熙 Gigi 等香港与内地歌手齐聚一堂，演绎香港经典金曲，备受大众瞩目。今年乘胜追击，继续推出生生不息宝岛季节目，近日刚刚收官，网上即刻有生生不息港乐季二的拟邀名单流出，阵容相当强劲。在网友曝光的名单中，有多位香港天后及人气歌手在列，包括林忆莲、郑秀文、Sunny、容祖儿、魏兰、陈慧娴、邓紫棋、GEM 等，而新生代则有张天赋及林家谦。据名单反馈一栏显示，当中容祖儿、魏兰、Apple 江海嘉、林家谦以及郑欣宜已确定，而陈奕迅、林忆莲尚在邀请中，连 Sunny 都初步确定。尽管阵容令网友大感兴奋，但可信度也备受质疑，太假了，陈奕迅和韩红肯定不会来，不可能抱走我郑秀文，我不信。更有网友表示想看江涛等，希望名单阵容成真。不过记者就此事向摩方查询，华纳唱片回应指我弟某接触过，看来具体阵容都要等官方最后宣布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